你好，老高，你们好啊！台湾怎么样啊？现在疫情还好吧？El Paso 这里好坏呀，医院都挤满了，而且那个感染的人数也好厉害。做一个视频吧，调一调时间，10分钟，否则的话太长的话很难。放到那个 YouTube 里面去，今天讲一个动作啊，杨氏太极拳里面有一个动作叫做提手上势，上势啊，那么就是往上，他们还有一个下势，对不对？所以下势是往下，上势是往上，这个跟那个有两个东西的连在一起的。晨间醉酒就是一个了，含胸拔背就是第二个。其实这两个呢，连在一起的，最重要的就是开这个肩胛骨。所以他杨氏现在的杨氏啊，是那个阳澄湖定下来的架子，老架子应该是那个吴氏太极拳的那个。很多事情都很怪的，那个现在的吴氏太极拳的，那个豪氏太极拳的，不是老的，老的应该是跟那个孙氏太极差不多，杨氏也一样，应该了，比较老的就跟那个吴氏太极拳就比较相近。主要在哪里呢？它单边呢、单边这个杨氏的单边是在弓步的，弓步的练功呢。就没有这个弓步的，没有这个马步的，这个是吴氏的这个吴健全的那个这个马步呢，比这个更加容易容易练，那就容易上弓了。那么这个晨间醉酒啊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晨间醉酒呢，如果是晨氏的话，是往左右。是这样摆的，是往左右，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，尤其呢这个肘啊，两个肘往前合，这样的话它就坠下去，然后肩松下去，沉肩坠肘以后，再做下一个就含胸拔背，含胸呢这个含字比较难理解。就是往下松，往下松。比如说我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啊，这个胸啊不要往上走，保持它往下。拔背呢是最后一个结果，所以不要，怎么样说？有意识的把这个背啊做什么动作？背不要做什么动作？背的动作是。我们不是控制这个背的，背是被动的，是一个结果啊。所以含胸最后就是拔背。那么如果我们肩不松下去，比如说这样的话，含胸是没有用的，这个没有松下去。所以先要把肩膀下去，走下去，所以沉肩醉酒，然后第二个步骤才是含胸拔背。拔背是最后一个结果来的啊，所以如果你做这个无极桩，就这样做吧，沉下去，就是沉肩醉酒，这是第一个步骤，第二个步骤就是含胸，拔背是这个结果来的啊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杨氏的搂膝二步这样的，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动作，陈氏的是这样的，还是左右。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做到，这个沉肩醉酒，这样这一个动作是往前的，往前走的这个动作，就是两个平面嘛，比如说横，中就是这样往从上往下就是中了嘛，横从左到右就是横，其实不是，有两个，一个从左到右，这个是横，另外一个。平面呢，就是从这里走到那边的，这个也是横，
所以他形意拳的横拳呢、啊，老的横拳，就是荷兰的那一只啊，那个回族的那一只横，就是这个横，中横，中不是这个，所以他横拳是这个，就其实就是崩拳了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啊，这样的话啊，我们也要这样做，啊，所以这个平面还有这个平面。沉肩坠肘，然后才能做到含胸拔背。记住这个先后的次序啊，这样的话不行的啊，一定要先沉肩坠肘，这个慢慢下去，慢慢下去啊。现在很可能也没有，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效果，沉越来越沉下去，或者拿一个我现在这里没有。就是拿一瓶水吧，那个美国这边呢、啊、有一加仑的那个牛奶，那一加仑的量，这样拿着、啊、就自然的垂下去、啊、然后这个动作呢，拿一瓶水，那个500cc 的那个矿泉水啊，就这样、啊、这里不能动，这一个肌肉不能用，一定是要沉这个肘，然后才把这个拉上来，啊，是这样啊，这样的，所以他来这里，这个坠下去，坠下去，坠下去，然后这样，这个手上来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云手，单边是云手，哦，或者不，云手其实是单边的一个变相，所以他来到这里是坠下去，然后来这里，啊，这个手直接来这里。是这个手上来了，这个手不能够一步在这里，就在这里上来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下一个动作就很明显了，因为它是提手上势上来，我们怎么样上的，一定要从这个做这个，然后把这个提上来，两个手呢就沉肩坠肘的把这个手啊，这个臂，这个手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沉肩坠肘把这个走上来的，所以小架的城市太极拳，小架那边的人很强调一定要走这个立圆，不能够走平圆，当然平圆单推的时候有一个圆是平圆的，单推的时候练的时候绝对不要走平圆，一定要走立圆，走立圆才能体现得到沉肩坠肘，因为一个立圆的话它肯定有一个下去，然后有一个上来的，所以上来这一下就是沉肩坠肘这一下，比如说它其实这个横离几按、啊、它其实就是这一个上、啊、这样上来、啊、这样上来这一下才最重要，另外横这个小心，这个动作是往外往上的走，力一定要往下往里边走，比如说在这里，这个手为什么上到那边去，因为沉肩坠肘，所以是这样，不要我要往外，我没有我的无我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沉肩坠肘就上来了，然后这个手上去也是因为这里沉下去，这里沉下去才上来，这里沉下去才上来，沉下去才上来，啊，好像一个共杠杆一样、啊，因为下去，记住下去一定要往里往下走，所以气沉丹田就是往里走，往外往里走，往下走，这样才能巩固嘛，所谓内固精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内固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内固？一定要往里面走。不能让它泄气就出去了，所以这个手往外，对不对？手往外，那个是动作，它走的方向是往外往上，可是那个力或者那个劲啊，一定是往里往下往里走，这里一定要控，所以这样一合，两个踝一合，两个膝一合，两个肩一合，然后在这里这个肩与这个跑了，这个啊，
这个膝和手跟这个脚和，然后这一边也一样，这边就跟这个和，这个虚的啊，这里合不了，要从这里走，所以这个是这样合，就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，就这样下去，然后这边下去，所以它有两条路，就好像一个 Y 那个字一样，不过它是打叉这样，这个同边的，右手右脚，左手右左脚，这样下去。所以他整个动作，他一定是承接这种的向上。时间到了啊，10分钟啊。下一个就是要穿这个衣服啊，你看这个是有重量的，承接，那这里就没有坠肘了，无极桩这里就没有坠肘了，这里就要承接坠肘。肩膀这里啊，一定要感受到这个重量。那么，如果是这个越轻的话，就越难感觉得到，所以一定要松下去。那么我们的肩膀就没有把这个，就不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力，这里肯定有力的，没有力的话，它就丢在地上。所以你看。坚持松下去，再松下去，每一个呼吸呼气的时候，你就承接，再承，那你看看感受到这样的，如果感受不到，穿一件比较大一点的，重量重一点的，这个外套啊，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感受不到，因为你是挺着它的嘛，你是顶着这个重量，你看用这个胸啊。顶着这个重量啊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你就感受到这一个就挂在我们肩膀上了，然后从肩膀再到胸部，然后再下去，那么这个衣服啊，这个重量就来到腿上面去。所以这个拿一点大一点的，开始的时候，拿一点大一点的，含胸划背，这个就因为说一说这个问题是，你们究竟有没有做得到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们也可能不知道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测试一下？我们做到，承接坠肘，含胸拔背了啊。做无极桩的时候，啊，这个衣服、外套现在冷了，天气冷了，现在12点就比较阳光比较暖一点，啊，今天早上就不行了，我就不拍了，风又大，很冷啊，就这样。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外套，拿一点重一点的外套，啊，叫容易啊，叫松下去，再松下去，就啊，要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重量还是在身上面的，啊，所以承肩坠肘在动态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保持承肩坠肘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一直沉下去，那就加劲了嘛，那我们不动。可是我们松，再松多一点，那么这个腿就感觉得到越来越重了，就压下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体重就压下去了。那么穿着这个，啊，慢慢就，这个就比较容易，因为都是向下，那么肯定不会。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动作？有没有这样的动作？这一样伸下去，这个手啊，你比如说这太低了吧？我怎么样把这个手提高？就提手上势啊，提手，我们怎么样提手的这个动作一定要搞清楚，是通过承肩坠肘来把这个手提起来，啊，所以这个单边以后这个提手上势。很重要，它本身就有这个名，而且是相对于下势的，这不是下势了吗？然后这个是上势其实就是这里下去，这里下去，这边还是一个共感力，所以这个今天就说说这个问题比如说在这里你可以坐着坐，腿太酸了，太过累了，就
在这里就看一看电视的时候就这样啊，就呈现这种呈现这种事情，每一个呼吸都呈现这种呈现这种，那么就很容易感觉到这个身上面这个衣服这个外套这样的太轻了，感觉不到，不可能感觉到太轻，这个还可以。好，今天到这里。